去过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澳洲都没去过。你去过？新，我当然去过了。哦，新鲜事多了去了。什么事儿？你是没去呀？啊，你告诉你，你说我去什么去？我没事就瞎逛，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儿？那个树上有一只羊。哦，说你知道吧？你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爸爸告诉我了啊。这人家甭来这套，这是开个玩笑，我还开玩笑，这是跟你开玩笑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就这个，你听说过口吐莲花吗？听说过吗？啊，咱演过呀，澳洲啊，对不对？在澳洲演，观众朋友都特别热情，特别爱听。来劲了吧，来劲了。澳洲，我跟你说，明年还得去。明年还要去澳洲，明年澳洲的观众朋友还喜欢听这段单点，就是这段。哎，谁要是会演，谁就能上那儿去演去，你知道吧？明年，明年谁要是会演，谁就去。哎哎，你知道？哎哎，你啊，我会啊，你会？我这我行，你行吗？行，澳洲我去一趟。你真行假行啊？我真行。你别说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来一回，猴子莲花，成不成？行啊，猴子莲花，来一回。认真负责任，那是来，听过口吐莲花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得有锣呀，锣得有，知道吧？宝贝，我一说没锣，他拿我这脑袋，你信吗？嘿，这没有锣呀，找啊，找东西代替也可以。找什么东西代替啊？拿你的脑袋呀？你怎么样？哎，拿你脑袋代替打这个。还得有锣锤啊！哦，锣锤打锣用的，还有锣锤。那是的。哎，锣锤拿哪个？哎，哪位带斧子了？哎，去玩去。我明天还去澳洲呢。那锤，拿这扇子代替吧。那这个，这还松快点，是吧？啊，这行，这对，可以。我是不是拿错了？就来这个吧，就拿这东西代替，成不成？锣锤哈，这是锣锤啊，这就是锣啊。咱们得请神，我就学锣音是吧？哎，对。罗音怎么就是通，哎，拿嘴学，你看没忘，哎，没忘，就是你迟到罗明，跟我学的一样，行啊，来啊，哎，开始啊，瞧瞧，万恶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两下不行啊，啊，不行，你这罗不行，没吃饭呢。我吃了，人家观众朋友都没鼓掌啊，这个环节你忘了吗？观众朋友得鼓掌啊，打，哎，你们不能诚心不鼓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，你看听不见呢，哦，听不见，那爸爸怎么听得见？都什么人？你们都是丹田气得足啊！我丹田可以了，我都天然气了，我都来来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好，我就是激溜激溜的，我这。您诸位也是疼儿女的人呢。那是，没料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！跟随师傅上茅山，通通！茅山有个毛老道。通通，师傅对我把一传，通通，教会了徒弟整八个，通通，道有七位成了仙，通通，因为我太笨没得到，通通，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，通通，下的山来无事干，通通，变个戏法大家观，通通，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通通，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通通，珍珠倒卷帘，通通，卷帘。连行了，倒卷帘呐！哎呀，莲花在哪里？试试锣，走，试试锣，打一万多下的，万的不试锣也不成啊！我好，就真玩了命打你，没有水呀。刚才说了口吐莲花嘛，对不对？得喝水。对呀，得喝水，这个莲花它才能出来呀。早说呀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给你拿着。哎，你有水呀，没有水你怎么变？你上澳洲还得演出呢，你对不对？大水莲花喷出来之后，围着剧场转一圈，让诸位都得瞧真着了。你没有水你怎么变？对不对？
把水得拿来之后，我得当诸位的面喝下去，对吧？让你看清楚了，这也有水啊。嗯，好，有水是吧？行，好多水碎。嗯，好多水碎，怎么少了一口啊？啊啊！你看出来了。不乐意了，我干不乐意，我就吐回去。啊，你拉倒吧，你太恶心了。满瓶，现在有水，现在就行了。啊、行了，哎，这我、哎、我卖不力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卖不力气、嗯。但咱俩说良心话啊，我可没你结实。你瞧瞧，不是你对你自己得有信心的。我没有信心了，我现在、嗯、我锻炼呢。我不是锻炼的事儿，现在行不行？我开下力，你开摩托车。哎，不行，凭什么呀？你在这儿，哎，这么着啊？嗯，咱就是。嗯，你说请神接仙不是念咒语吗？对呀、啊，用这锣嘛。啊，咱这锣我自己来行吗？自己来。我自己打。你得卖力气啊！废话，我能不卖力气？请神接仙，神仙我都喜欢实在人。你要不卖力气，你要偷懒，神仙我请不来。我能偷懒吗？莲花就出不来啊！废话，行行，我能偷懒吗？你让诸位得见证。你听着，听你瞧着，嗯，看用不用劲啊？嗯。哐哐，怎么？听不见。啊，上凡。嗯。哐哐，怎么？没动静儿，你看，动物园大象都听见了，还没动静儿。哐哐，我今儿真不知道你是带家属来的，我告诉你吧。行，今儿可能是我封箱。这话倒对，哎，今儿你就封箱来。啊，行，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我来这个。哎，没有。干嘛还双打是怎么着？这卖力气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啊！嗯，一二三四五，通通，金木水火土，通通，要得戏法变，通通，还得抓把土，通通，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，二请鬼神经，通通，三请毛老道，通通，四请孙伯龄，通通，五请桃花女，通通，六请老济公，通通，七请猪八戒，通通，八请是唐僧，通通，九请玛利亚，通通，十请苍井空，通通啊！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！打我干嘛？早该打你了！啊、玛利亚我都没拦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拦我干嘛？废话，啊、我还以为是那个超级玛丽的玛利亚呢，我听苍井空出来了，嗯、合着同事啊？啊？你知道不老少的呀你？废话。跟你师傅在一起能不知道吗？你看看，跟你师傅一块看过。你不废话啊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孔老三，孔老三，我告诉你啊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玛利亚苍井空那是神仙吗？啊？那是多少男人当中心目当中的女神呢？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不是衣食父母这都认可了，哪家没有几个 T 呀、啊？嗯，那不是女神呐，这是不是得请？哦，这请哈、啊。那当然了，女神呐，人可不都就得请啊。哦，女神是吧？那可不是。哎，接着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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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接着请啊！干嘛别接着请？你打断了怎么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打断了怎么来？那苍井空，对，你诸位都打头来吧。诸位都听了。把啥还没说呢？嗯，你说，我告诉你 啊，在这我请神的过程当中，嗯、不准打断我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哦，还不能打断你，不能够打断我的思路，知道吧？我已经跟神仙都已经连接好了，你打断我全完了。哦、那就我不说话行吗？我一句话都不说。哎，一句话不说也不成。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时候你看我把水喝下去，骑马蹲裆式，叫丹田俱乐会元气，舌尖已经上牙膛。这时候刚有喷还没喷的时候，啊，有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要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抱拳拱手，叫我的法名。什么法名？法名？您法名是什么呀？姓把，把，得单字一个把。您叫爸爸，嗯、叫把，拔河的拔，知道？把，把，哎，哎。这就是我的法名，叫出来，知道吧？哦，大方方让出来。各位听见了吗？伦理哏吧，嗯，出现了吧？哦，我这么就一叫你就，哎，直接就喷莲花就出来了。嗯，行，好啊，行行，您请请请啊，请谁啊？啊，
一请天地动，哐哐实景苍井空，哐哐麻利的吧啊，早请早到，哐哐晚请晚到，哐哐无罗不到，哐哐铜锣相交，哐哐净水泼街，哐哐黄土垫刀，哐哐萝卜茄子，哐哐土豆山药，哐哐一个钱一堆，哐哐嫌贵你别要，爱要不要你们，哐哐厕所收费，哐哐尿尿五毛，哐哐嫌贵你别尿，哐哐憋得你转泡，哐哐今天人来的不少，这拖拖全都满了，这拖拖你看头一排你这再折着吗，这都拖拖这都是咒语，这拖捣乱啊，这这吃的是不是爆米花，这拖拖是不是爆米花，拖拖我不要，这你先吃一口，拖拖你吃完我再吃，拖拖甜吗，这甜你管着管不着你，甜也不早，这拖拖人也不少，拖拖众先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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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哎你给我留一口，哎真垮了，爸爸你倒是喷呐，爸爸你倒是喷呐，把气水进耳朵了是怎么？爸爸，你倒是喷呐！无所谓，斗士，我今儿跟他们喝上了，瞧见了吗？又是打人，又是伦理，最后还拿水喷人。糟粕，吓死了，这还不算，各位还有那个糟际传统艺术里边又有伦理又有打哏，还不说人话的这个节目呢，有这么块节目，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，叫五坠子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该多好，这是有计划的。我们这后台还真有一个唱五坠子的，我给你请出来啊，您看看这活能不能听啊？来来来，那个五坠子那艺术家，我出来。哟，您节哀。撤，再来啊，会吗？会啊，不是五岁拉弦吗？对，这做科学的就这样，来来来来，哎呦呵，斩斩青天不可欺，哎哎哎，有人话吗？你听听，张飞何端当阳秋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今天封箱人不少，什么玩意儿，这不全是废话吗？我今天唱一回坠子书，不嫌学徒甭瓜屌子横眉凶耳，回这是叫我呢，回回，哎我告诉你，我不答应准答我，你信吗？回，哎我就不答应，回我这不贱的吗，我知道你喊我什么？我叫你，我就叫我怀哈。对，你也得叫我怀，我叫你怀。哎，哦，咱俩都怀哈。对，指不定你怀的是谁的呢？那是，怀，怀，把弦子拉起来，开始唱一回坠子书啊。怀，嗨，把的了一呀嘛嗨呀。你怎么抬手就打人呢？五坠子吗？哦，这就开打了？你还想等多呢？哦，这就开始了？拉弦吧你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哎，
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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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新唱要罢了钱，哦，要罢了钱，然后呢？书归了正啊，哦，这就开始唱了。你以为呢？我还以为拉弦了。你快点啊！哎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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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要罢了钱，书又归了正，他管拉呀，我管唱啊，恁了管听啊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，您这是什么词儿啊？嗯，我管拉，你管唱，他管听，废话，我不拉你不唱，大家听什么呀？对，我不拉你吃什么呀？哎。哎，跟他爸学不了好啊，哥儿。嗯，哎，不是，您这都是废话。你说废话？对呀、啊，废话对了。怎么呢？五坠子唱的句句都是废话。哦，全是废话。对了，那您受不了，给我们唱回废话的吧。拉弦儿吧。哎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咋的了？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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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？你问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儿啊？还没谱呢。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。咋的了？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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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？爱听文来，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，爱听文的那不会，爱听武的我怎么学成？半文半武我唱不了，苦辣酸甜我全都不中啊！别唱了，这什么弦？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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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转呢，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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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啊！还有半段我没有唱清啊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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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啊！这方才标的本是何人登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标标八爷笑落成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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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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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都砸了就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这干嘛呢？玩命！五坠子，快拉弦，拉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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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啊。这个罗八爷呀，这叫脏脏脏啊，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买不就出了正厅啊，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。啊，罗成罗一哥俩呀，那怎么着啊？那爷儿俩呀，爷儿俩，爷儿俩拉弦儿。哎，这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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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，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，拉皮儿了，拉弦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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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啊！列位，着重听我这一句。我还有这一句呢。罗八爷，爷俩迈开八条腿。噔，你等会儿吧。爷俩，这都是人话吗？怎么？爷俩两个人四条腿。对，四条啊。怎么八条腿？四条腿。你怎么说八条啊？对了，谁说的八条？这不你说的吗？你说的八条。你们倒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说的。我没说过。是的，就你说八条腿。我怎么说的？你说的，一人迈开了八条腿。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说的。怎么了？你。几条腿呀、啊？恁说几条是几条呗？几条腿啊？八条腿。撤、啊！哎，行，打会儿得了，打会儿得了啊！过分了！这都什么配置？这都是。来，继续拉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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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这是脏脏脏啊！连人这个带马八成伤啊！那马上就去吧，那个拉弦儿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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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若问这马，哎，脏脏脏脏脏脏啊！哎呀，脏脏脏脏脏脏啊！脏脏脏脏脏啊！你躲开我这儿！起什么腻呀，跟我这儿！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！哎，他上去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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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噔噔噔噔噔啊！忙向这个怀里这么一伸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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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忙把法宝举在了空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喊法宝！回家，
我还是爱我们村长。听你那观众走了，刚你刚一唱就站起来就走，人家。我以为啊，你以为怎么的？我以为会很火，这不红就是不红了。啊，良性的，我们都是想觉得应该对得起大家的票钱。对了，我们两个再次走上台，发现已经有空座了哈，已经有人陆续往外走了，没有关系，家都有点事儿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当然了，我觉得现在就有人陆续往外走，您手里的票一定不是自己买的啊，是朋友送的。对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。如果说这张票你花了100块钱、200块钱，你买的这张票，你一定会坐到最后一分钟，你一定坐到明年，因为不是因为你花钱了，是花钱了，我们就要对得起大家。没错，刚才这个节目说得非常好。哟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快查查去。嘿，连说带唱，哎呦，声音更好听了啊！有个小爆点。连说带唱非常的棒。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又把我们两个换上来。还是我们俩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哟。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呢？行。还是您专业，嗯。怎么了又？什么叫出台呀？哦嗨，第二次出现在舞台，说清楚了 我上来我才注意到啊，这有几个四个保安，有几个是背对着我们啊，警卫大哥，你们的位置是最好的，可是只能背对着我们，都不容易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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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转过来看我一会儿好吗？你看我一眼，我觉得你在尊重我好吗？来吧，您四位，咱转过来待会儿吧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对，兄弟。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啊，请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再看我一眼。年底了。那个队长在哪儿呢？队长说了可以转过来。谢谢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四位老师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刚才第一场也是我们俩，嗯。他们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想笑但是得憋回去哈，啊，工作嘛，只能背对着我们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嗯，咱们看完这场节目，我们所有人大家能上厕所的刚才已经上完了，我估计啊，我们所有人都不动了，让这四位老师踏踏实实面对着我们把这场节目看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今天真是特别的开心。是再给大家说一段，说一个谁的事儿呢？嘿嘿你们说自己的事儿吧，我的事儿不值钱，孙老师的事儿，值钱，孙老师这个人呢，特别的好，家里也有条件，有什么条件呢？孙老师其实是一个富六代，人家都富二代，人都说星二代、富二代，对，孙老师富了六辈，哦，辈儿辈儿传，当然了，好几百年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啊，人家里富了六辈，哎呦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。哦，我父辈，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，就那个老头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那老头个不高，我知道啊。干嘛呢？跑这占便宜来了？你师父嘱咐你了是怎么了？怎么谁父亲都是郭老爷子？对呀，啊，我师父说的吗？没听说过你，什么门风啊？你们这没有啊？孙老爷，你姓孙，你父亲也姓孙，对，多新鲜呢！就这么奇怪，这么蹊跷。不是你们家不这样啊？你姓岳，你爸爸姓张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问，对不起，没想说中了，还你，你们家也够复杂的。我们家的事儿一会儿再聊啊。你父亲也姓孙，嗯，这叫父随子姓，对不对？就我们家倒着来呀，啊，子随父姓，他先姓的孙，然后你再姓孙，辈儿辈儿传，没错，哎。孙老爷子，嗯，人长得很精神，漂亮，人高马大，是他不随他父亲，没随父亲，他随街坊，我随。这个人一旦随了街坊，就等会儿就有蹊跷。不是说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？这乐什么乐？干嘛呢这儿？怎么了又？我什么叫随街坊啊？你生什么气？着什么急？瞪什么眼呢？废话，你什么话？这叫这大年底的找不痛快吗？这不是？你才随街坊呢，干什么？
你说干什么呀？什么叫随街坊？我就问你，你再给我瞪眼试试。不是，你再给我瞪眼试试。我哪只眼瞪你了吗？啊？你怎么了？你就是最近有点受刺激了是吗？事太多有点压抑吧最近。谁跟你瞪眼？你就说清楚了，什么叫随街坊啊？你随你的母亲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我母亲是街坊，我爸的人性够刺的呀。你母亲的名字叫街坊。这家大人不会起名字是吧？王街坊吗？街坊，街。王街坊。哎，对对对。小名叫邻居。哎，小名是。还是街坊。嗯。他随的母亲。这倒是。他父亲年轻那会儿。嗯。家里有钱。是。一般有钱人呢，都去挥霍。花钱呢。花钱。嗯。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花钱。那是。他父亲在北京的通县。北京的通州区。现在叫通州区。对。他父亲有一个外号。哟，区里有外号？那当然了。什么外号啊？大菜猪。大菜猪。大菜猪啊，各位，说明这人有钱。哎，没有，这是骂街呢吧？什么叫大菜猪啊？说这个人有钱，大菜猪，大菜猪的吗？有钱的，有钱那叫大财主。怎么还大菜猪了？还，你爸爸还萝卜兔呢。大财主，财主，嗯，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？你爸爸刚蒸。什么叫刚蒸啊？谁爸爸财主啊？下锅了是怎么了？财主，大财主，哎，有钱，有点钱，挥霍，经常去北京城里头，嗯，北京城里头去吃饭。哎，北京，咱们一般人呐，一般人，城里是有营养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什么叫城里吃饭呢？我是广东人啦！你闭嘴！我有口音的啦！您那叫口业，知道吗？什么口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让这进北京吃饭，北京吃饭，去哪儿啊？哪儿？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，一般人找不到啊，各位。那是一般人都不卖呀。您都说乱了，这都怎么不卖？全聚德什么烤鸡店吃什么烧鹅？那全聚德卖吗？全聚德是烤鸭店呢。全聚德烤鸭店。鸭店呢这个？鸭店，嗯。你们这么兴奋干什么？什么都没吃过。往那儿一坐，点菜是，跟咱们老百姓都不一样。那我父亲什么样？老百姓一般都是服务员，我点下菜。他父亲不是。嗯、我父亲呢？有派，我拿着 iPad 呢。拿什么 iPad？ 什么有派呢？有派头。我父亲是不是半身不遂的底子呀？干嘛这么站着呀？坐着坐着。这没坐着呀，这个，这床的椅子上了这是。你瞧这模样。您是去的全聚德吗？服务员，哟，点菜。我爸爸还是腼腆。点菜，服务员过来了。是，先让您吃点什么？先生、嗯、这是我们菜单，随便点随便看，我们这是个大饭馆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，点吧点吧，大饭馆。嗯，什么都有。蒸一个骆驼。他啊，我爸爸老妖精，我爸爸蒸骆驼吃，不要切啊，整个蒸，生蒸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哎呦，像这菜我们没有，是从来没有客人点这个菜哈、啊、对，是不是有病啊你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怎么说呢？嗯，哟，这不贱骨头吗？这不随便点点个别的啊？对，你点点壮阳的给他。来个木须肉。呀，全聚德盖饭。哎呦，好。
全聚德点一木须盖饭，点一起了啊，齐了。那你上全聚德干嘛呀？就是为了玩，我就上这消遣去。哎，消遣吃完了饭啊，去那个歌厅舞厅歌舞厅啊，过去叫夜总会。对，夜总会啊。嗯，不能提夜总会啊，我敏感这个词儿，知道吗？然后呢 KTV。 夜总会里准有那个没有的事啊。去那个歌厅舞厅歌舞厅，是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。哦，在歌舞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个后来他父亲回到宾馆，在电梯里面。像话吗？这您怎么别胡说八道啊。在歌舞厅认识的我母亲。对对对对。我母亲干什么的呀？嗯，哎，我母亲干什么？要说我母亲辣妹，我抽你。跟我装啊。我跟你装着吗？你跟我装的。那是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哦，这舞厅叫富贵人家吧。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歌舞厅叫富贵人家。哎，合理。废话，你不就这意思吗？你谁说的呀？您别问，那叫大家闺秀，有钱人家的姑娘。对对对，也上那玩去了，消遣。两个人啊就认识了。我父母边跳舞边聊天，过去讲那个交际舞啊。哎呦嘿，嗯，姑娘，是你这个腰是真细啊。哎，我妈苗条，脖子嚯，我妈个儿也太矮了。这个姑娘呀，长得真可爱。呦呦，打着亲吗？哥哥喜欢你。哟，走，回家跟哥哥结婚啊。领家结婚去了，这就结婚了啊！一见钟情，这叫什么呀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哦，也好。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、很美满，因为两家都不缺钱呀。其实不然。怎么呢？再幸福、再美满，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他父亲没有儿子。对，我父亲没有儿子。这个事情搁他父亲心里已经很久了，这算是一个心结吧，对吧？这算我的死结，这现在是。怎么了？您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父亲没有儿子呀？啊？什么叫我父亲没有儿子？说呀！干什么？说，什么叫我父亲没有儿子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怎么了？您是这么说的吗？不要舔着个大脸在这卖萌啊！这我脸还有你脸大，真是的。不是废话，你哪句说了？啊，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那就是没有我之前嘛。你没他之前，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，过不下去了。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，哦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，还是爱学习。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是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妈，合着不认字儿啊。行，别乱。看人家西门大官人，西门庆是一个淫棍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，三妻四妾。看我孙国庆，你爸爸才孙国庆呢，那唱歌那秃子呢这。看我孙大圣，猴啊。看我孙燕姿，女的那是。孙楠，没听说过啊。看我孙叉叉，你爸叉叉，你爸他叉叉呢？什么叫叉叉呢？某某的意思吗？你说某某，那叉叉的在书里边那都不是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敢问阁下看的是什么书啊？郭德纲相声选。那有可能啊。整篇都是。我打断一下，你们四个，你要不转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这四个人从来不看我一眼，而且从来不笑，笑一笑好不好？来看我。哎，好。他父亲说他，你别拿我父亲找乐，好吧？真行。看我孙某某。哎，某某，我也是一个淫棍呢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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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爸爸不行，身体不行。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？想想吧。
来个姑娘也行啊。对呀，你最次你来个吉娃娃呀。哎呦哎，你来个狗也行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想想吧。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嚓哭了，正在这不拉了吗？哭嚓吸打着，哭了，大便干燥。哼，呦呦呦，还小萝莉呢，还有点那意思。你会不会说呀？没有，就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吧嗒吧嗒掉眼泪了，还眼泪了。你父亲正哭着呢。是。小丫鬟从这儿路过。丫鬟。扒窗户一瞧，哟哟，小丫鬟，这老不死怎么了？这是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，丫鬟，手底下人说我父亲老不死啊？内心活动。哦，心里这么想，那也不行。心里想也不行。这老员外怎么了？这是。老员外。怎么还哭上了？是。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这安人是？就是他的母亲。官称。小丫鬟一溜小跑。是小丫鬟。哟呵。小丫鬟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小丫鬟还提速了，你看。一溜小跑来到了内宅。是。扒窗户一瞧，老扒窗户。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。我妈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，这是我们家工具书。嗯。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对，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，换一本插头版的，换了一张盘下来。哎呦，那不还是我妈明白呢。哎呀，别乱去，行，这个流氓招来。看人家潘金莲。潘金莲是一个荡妇。对，她也有后代子孙。哎，她有吗？为了节目无所谓。哎，对，嗨，逃不了。嗯，看我叉叉叉叉，看我王杰芳。哎，说清楚了，我也是一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人好人。嗯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是啊，哪怕你来个松狮也行啊。对，这比吉娃娃个儿大。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哼，嗯，吧嗒吧嗒掉眼泪了。哎，你想清楚了。小丫鬟赶紧过来了。是丫鬟。哎呦喂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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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夫人呢，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后院书房后院书房后院书房，老爷也在那哭呢，老爷在那哭，老爷也在那哭呢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，赶紧过去瞧瞧吧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这丫鬟呢，丢转了，这是。走。哎呀，喊上四个丫鬟。四个。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你给我妈火化了。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哎哎 哎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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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四个丫鬟干嘛扛着我妈呀？没腿。哦，没腿。来到后院书房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妈没腿。我说跳舞怎么攥着脖子呢？合着我妈就一跳棋子儿。你说这什么孩子？说自己的母亲是个跳棋子儿。哎呀，废话，什么叫没腿？有腿，有腿，有腿，有一条真腿。我妈是蘑菇是吧？有一条真的，两条假腿。来到这还是没腿啊？前面那俩是真的，后边那俩你妈四条腿。他左前是真的，右后是没有。干嘛这？就两条真腿，就两条腿，两条腿。哎，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哎，搀着。进屋一瞧，他父亲正在分吃分吃的难过呢。这好词形容的。他母亲走过去，攀谈几句，得聊聊。我说老员外，你看我妈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。嗯嗯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多有文化。我说鹌鹑呢？你妈才鹌鹑呢，秃尾巴鹌鹑呢。什么鹌鹑？我说鹌人呢。哎，鹌人。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我妈是存款。取出来像话吗？那是取过门来。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四百余年了吧。还是妖精啊。四百余年，十四五年。十四五年了吧。哎，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得，没有。你看看，养下一女了否？对。哎，否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。哎哎哎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不要这么表演了。哎呦，啊！哎，对，您要少看那猫和老鼠，听我的。
动画片吗？这不就是我爸这么高我妈那么矮是吗？你父亲生气蹦桌子上了，哎呀，你母亲着急啊躺地上了，撒泼嘛，这不两个人打架是没有用的，那打得着吗？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夫妻没有隔夜的仇，没错啊。转过天来两口子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啊，就是拴娃娃，就是去拴娃娃。对对对，跟我们大伙解释一下什么叫拴娃娃。过去呢有的封建迷信，有那个娘娘庙，娘娘庙就是送子娘娘，供桌前供的有泥娃娃，那没孩子有钱人家那上庙里烧香祷告，抱个泥娃娃回家叫带子还家，就跟求子是一样。对了，哎，过去的人都迷信，对，不像现在找个医院查一查怎么回事，兴许能查出来。没错，过去没有，过去迷信，只能去拴娃娃。对，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，哟，那是为我呀。去过普陀山，那是为我。去过五台山，为我。去过花果山，喂猴。行了，喂猴去了，花果山干嘛去？给你找大师兄。给你找大师兄？给你找大师兄？你师父丢了。这你师父才丢了呢，你师父丢人不是？你看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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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师父丢人，别闹了。这是京西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，哎哎，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。对，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，提前1个月，为了抢烧头一炷香，虔诚，心里虔诚，赶紧苏杭二州运过了绫罗绸缎，哎呦，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，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，啊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，他母亲开始挑，挑新衣服。这个好，对，哎妈，这个红色，妈我喜欢这个红色。妈，夫人是这件吗？就这成了，有腿了，平视，还跟没腿似的，怎么看着？行，我喜欢这个红色，喜欢红色，我要穿这个红色，穿红的，哼，这，哎，妈，那就别脱了，这么敞亮，你至于怀不上吗？这玩意儿，真行着，你怎么当着家奴院工面脱衣裳？你母亲也说了，这没有，家奴院工，你给我转过去，都转过去，转过去，我上头楼换去。一样啊，头上换去干嘛呀？屋里，上屋里换去。哎，换好了衣服开始洗脚。为什么洗脚啊？过去的女人都裹脚，就缠足，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，开始洗脚。是，洗完了脚以后啊，怎么样？水都黑了。哎呀，我妈都成沫了。再洗脸。哎呀，妈，洗反了，先洗脸。先洗脸，嗯，再洗脚，再洗脚，然后漱口。哟，没糟践，单打水。嗯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梳洗大便完毕以后，准备出门。干嘛还大便完毕呀？拉完了去，庙里没厕所。那梳洗打扮呢？梳洗打扮完毕以后，准备出门。是，门口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。哎，走吧。其实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，还挺近。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。依着他母亲的意思要拜山。什么叫拜山呢？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。哎呦，显得特别的虔诚。那好几百级台阶啊。咱们实话实说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人得成什么模样了？脑袋不得磕碎了？那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小丫鬟得拦着。小丫鬟？哦，就是那个提速那个是吧？不是。哪个？这不是刚才那丫鬟。不是那个。这是你母亲贴身的丫鬟。哦，提几人？什么叫贴身的丫鬟？嗯，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就姐妹一样长起来的，一个被窝睡觉。是是是，小丫鬟得拦着，得拦着我妈。夫人呢？有，夫人，咱可不能那样，夫人。哎，我心疼你呀。行，我的宝贝儿。去，这是那丫鬟吗？这是那车夫吧？你妈跟车夫有事儿。你妈跟车夫有事儿，你自己招的。谁招的？意外收获。我的天。你闭嘴，你这像话吗？小丫鬟说话细声，女的，她就嗓门粗一些，怎么了？不能太粗了，那个比你还爷们呢，顶着。哎，行，女的。夫人呢？哎，夫人，是你可不能那样啊。对，咱找一个二人抬吧。哎，二人抬抬到山顶上，这显得也虔诚啊。夫人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丫鬟还有胡子呢。什么胡子？这大胡子吗？这不是小辫儿吗？您看哪姑娘小辫儿梳到这儿来呀？干嘛呢？这是络腮的小辫儿。您这是头陀啊？这是个没有小辫儿在后头。夫人呢？咱找一个二人抬吧。抬到山顶上也行啊。找了一个二人抬，又叫滑杆。对呀，抬到山顶上。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，要敬山。
什么叫敬山呢？闲杂人等全都闪开，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，就跟那包场是一样的。朋友们，光有钱还不行，对，还得有势力，有权力，得让大伙听他的。没错，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，自己喊：“闲人闪开，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爸爸还是封侯啊！这变化又如何？”这不是唱歌，敬山。闲人闪开，我要敬山。唰，全都闪开了。那怕溅一身血呢？是什么叫我要敬山呢？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。那个叫什么山？我要敬山。怎么还啊？这什么？就显得有些疼痛感，也是一种仪式感。那是那是，没磨刀那是。嗯，闲杂人等全都闪开了。哎，偌大的大雄宝殿，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就我妈一人，还有一个老和尚。哎，怎么还一老和尚？怎么了？我没说。老和尚有用啊。我就怕他有用。你怕人有用干什么？不是老和尚有什么用啊？你旁边敲磬，旁边念经，这都是他的事儿啊。哦，旁边念经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行。求子经啊。哦，多子多福那求子经。当然了。哎呦，可以啊。我给您学一学。你会？我学过。会就家传这是。你爸爸和尚。我没说你爸爸呀。老和尚念经，嗯，求子经，我给大家学一学啊。哦，求子经，大年底的啊。嗯，谢谢不了僧，谢谢不了僧，阿弥陀佛。这弥陀佛前面是什么呀？无所谓。哎，嗯，净对付啊。成就。正气相称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。怎么还有咽喉呢？檀香烛香声后，苦海滔滔，孽子招为人不行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愿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求子的词儿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内不会归。这位法师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念，干什么？您那是求子经吗？当然了。怎么还有死去亡魂不回归呢？我这没来，我怎么死一个呀？死去亡魂能回归吗？不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他不是求子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来一个，他得先念死一个呀。就为了我来先念死一个？那可不是吗？怎么投胎转世？我们家怎么这么缺德啊？听着，死去亡魂内不回归。求子，求子，撒葱花呢？是怎么了？是干嘛呢？这。老和尚原籍可能是这边的，求子嘿，
就偏偏喜欢你们，他得找一个喜欢的呀。我等不及了，知道吗？我，你等什么不急？你等一会儿，等俩人都结完婚求子，他得跟你给你找一好的呀，偏偏喜欢你。那来念呢，等会求子你。平平黑风雷也不知道喜欢谁。什么我牵着马西游记呀、啊、别唱了，这这怎么西游记都出来了？看什么看什么？你说干什么呀？西游记，西游记主角谁？主持唐僧啊。唐僧干什么去了？西天取经啊。他得先取经啊。我就没想到您这个步骤这么严密呢。哦，西天取经还是为了我合着啊。我牵着马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一天过去了，踏平坎。哎，那个就是，哎，我就问，我是哪集出来的？我是哪个妖怪死了化过来的？我是哭了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迷路了还？路在脚下，这绝对干过烧烤，你看了吗？路在何方？不是，路在脚。行了，你我白龙马动画片也有啊。朝西驮着唐三藏，带着仨。您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走就是几万里，刚翻过了几座山。续集就算了，续集就算了，还有后续呢，是怎么着？哎，等会儿，别了。你在那怎么有一个欧耶是什么意思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欧耶是梵文。我烦着呢，你甭说这个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痛快，就是、哎、不是，就是欧耶，就是快来啊！快来快来！欧耶，欧耶就是快来啊！我就是求子快。哎，简单别说吧。哦。老和尚旁边念经。是。他母亲往这一跪啊，烧香祷告。啊，得求求神呢。嗯。老娘娘在上。是。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。你妈缺德。傻门蛋是在你妈傻蛋，叉门叉是在你妈叉门叉是，是孙门什么是王氏王对王杰芳，哎呀忘了忘了，一看就是编的了。孙门王氏在下，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，是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没错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，磕头。当哎当当当，我妈脑袋金刚钻的。老和尚旁边敲磬呢吗？没那么寸呢、啊。他母亲站起身来啊，由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红绒绳，准备拴娃娃，拴泥娃娃了。开始，我妈呀，这我妈逮过流氓啊！这是，你瞧这模样，够飒的还。行了，没听错干嘛？打河漂子呢，让你。抬头一看，老娘娘怀抱的一个，那抱抱这个。这个不能拴，为什么呀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。哎呦，没那个命，没那命，没那命。低头一瞧，嗯，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不行。怎么呢？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。那拴哪个呀？再找吧、啊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桌里四个娃娃，嗯，都谁呀、啊？你有我，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呢？
打麻将呢。哟，打麻将呢。哎呀，你母亲一眼就把你瞧上了。瞧上我了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娃娃，是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喜欢他。我要把他抱家去。是，把你抱家去了。好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，怎么样？你母亲怀孕了。啊？不服行吗？不行。不服行吗？不，太灵了。老和尚多灵啊。对的，老和尚，去你的吧。